大家好，我拽哥到家了啊，刚到家，然后好多人说那个你们家太穷了，天天吃白菜，吃白菜是最好的养人，懂吗？今天做什么呀？你不是说吃羊肉白菜馅饺子吗？今天都弄上羊肉了，这菜还烂，这饭菜还烂。对，今天做一个羊肉白菜馅的饺子啊，他们不吃，他们吃这个白菜猪肉的啊，搁点那个黄酱啊，两样馅啊。要什么自行吃？我感觉天天自己跟马云、马化腾似的，那么有钱，说别人啊，天天吃这么烂饭，这么烂的饭菜，这还烂？老百姓生活就这样。不是天天什么鲍鱼海参大闸蟹什么那个啥，那都是假的。老百姓就得该吃白菜吃白菜，吃酸菜你吃酸菜。对，其实冬天吃点白菜特别养人，是吧？有人说我把白菜那个烧的，好家伙，吹的那个吹天上去了，太高级了。好吃，我爱吃啊，我爱吃。到冬天以后，别的馅我还不爱吃了，什么韭菜那玩意儿。烧心，消化不了。哎，今天就是啊，出了大血了，买了半斤羊肉。对，贷款买的啊，家没有钱，穷着呢，可穷可穷了，穷了就剩白菜了啊。今天吃饺子啊，白菜，别老吃，还剩白菜，白菜都是上我姨家拉的，真是白菜都买不起，三块钱一斤，逗乐，就上山里边弄点这个免费的白菜，哎、这白菜可好了，这真挺好的，颗不大，但是一瞅就好吃，是吧？特别嫩啊、嗯！再嚼嚼，今嚼点羊肉啊，里脊。这家伙，开始喂羊肉是吗？对，葱姜蒜。葱姜蒜，花椒大料，那个干辣椒没有吧？没有，这真没有。跟那个什么姜粉吧？这个就行。嗯。来点姜粉。这是十三香。啊。嗯。这是姜粉，这是西粉。我天，我一个都没说对。你就负责那个看就行了。好嘞。这是姜粉，多搁点这样。嗯。给它浇点热油啊！哎呦我的天哪、哦！这有什么油啊？这是之前炸好的料油。嘿，好家伙！真够精细的，好香啊！那是油，那呲的那对，那热油呲在那个羊肉上面，主要是呲一下那葱和蒜。不搁点香油吗？你要想搁也可以搁点，放点盐，先把它喂了。我这还得按照大姐这个逆时针来，大姐绞馅儿干什么的都这样的。咱们都这样哈，他这样，但是必须得按着一个方向搅什么东西，尤其是馅儿，你不按一个方向它不上劲儿。再给您整点小磨的香油，哎，那是香油，知道吗？羊肉馅儿必须得搁点香油，这才叫正宗呢。就这样就行了吧？行，挺好。哎羊肉白菜，一个是羊肉白菜我爱吃，一个是羊肉香菜，还有羊肉芹菜。羊肉萝卜不爱吃。行，挺好吃，有香油就香了，特好吃，不错。这家伙还有存货呢，油脂了，是吧？上次弄的那个炸的那个五花肉，是，把它剁吧剁吧，搁里头。再来一个油渣白菜，也就不搁肉了，搁点酱，嗯，搁点大酱就行了。哎、你们回去做这个，它要就是不一定用油渣啊，就是搁肉也行，也就是五花肉也可以，对，肥点那猪肉白菜大酱，你看着程序啊，巨好吃啊！就跟你说吧，最好吃的那个白菜馅的一个，没有之一。猪肉白菜搁点酱是吧？嗯，这是那油渣。先把油渣给它切碎了啊，然后油给它煸煸炼炼的，加热，让它软和软。对，
起锅烧油，放入油渣，把这搁里头，再扒了，练练，稍微给它炒出汁。好嘞，使白菜上剁吧，剁白菜上了就。太会过了吧？那必须的，为啥呢？那可点油。是吧？把一勺子酱，白菜大酱，顾名思义，您得多多的放酱。再来一勺。哎，行了，这里也没多点儿，反正都搁里了。给它煸香。拌的时候，浑身上下你得摇摆起来。哎呀！太香了吧！必须的，哎，香不香？香，这味儿。媳妇儿做的这个啥都香。不必，不香也得香。再少来点。啊，不，必须香。再少来点荤油。是真香啊！这家伙多有品货呀！小荤油一搁，它能不香吗？必须香，只要媳妇儿做的呀。他们说我怕媳妇儿。嗯，我放怕我回我天天打他我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二十多吧，我俩发生过最逗的一件事，就有一回我也不干啥，他把我气着了。嗯，我说那个，我也不怎么说，当时就那意思，我想打他。他说你打我，我说我要是打不过，我这不是打不过吗？我要打得过你试试，我打。主要是我打不过他。两口子不能打仗是吧？你的是弱者，你就得 试点弱。对，打不过人家，所以您就得跟厨房做饭，是不是？对，为去你的。为啥一般的都是女的做饭、收拾屋子、干什么的？女的做饭好吃。因为女的打不过男的，所以你就得示弱。可不是那回事。女人比较贤惠细腻，知道吗？姜粉，搁点葱蒜，少来一点鸡粉提提味儿。这个这先别搁，再少来一点点盐吧，待会儿拌的时候再搁盐。好嘞。然后借着它这油这热劲儿，把它这个香味儿给它爆出来，搅拌一下，吃去吧。不用再给它煸了是吧？不用。哎，忒煸熟腻了不好。没毛病。好嘞。整好了，把这白菜，这不是做好了吗？哎，刚才这个小酱里边，白菜油渣加上黄酱。为什么搁小锅里和呢？因为锅里的油也不能让它浪费，给我全沾到白菜上。这只能证明你会过。不是，这可真是，你不是会过就行，从小就这么养成的好习惯。这就开始包了吧？马上，马上开包啊！面早。早就和好了。两样馅儿啊，一个是白菜油渣大酱的，一个是白菜羊肉。总而言之，就都是白菜啊。对，就爱吃这口是吧？老公，你去歇着去吧，我包吧。我替你包几个。不用，休息去吧。今儿我老公说有点不舒服。去，你去休息，我包啊。不是迷糊呢。嗯。那你来，没睡好觉，休息休息。嗯、那你来吧。嗯，我来。嗯，走。你来干了。我干，你休息会儿啊。那我眯那会儿行吗？你眯那会儿，然后稍会儿好了，我叫你啊。十一点了，不合适吧？好吧。两锅同时煮饺子，两种馅儿。来，给你弄完那个汁了。谢谢。今天我们的宴席的名称就叫白菜宴，知道吗？白菜猪肉油渣的饺子，白菜拌粉丝，白菜羊肉馅饺子。我尝尝啊，充分的证明我们家有白菜。来，这家粉条啊，我们拽哥闷了一小劲儿，有点不舒服了。要感冒？嗯，有可能。啊，是吧？你爸来。大家好，拽哥，白菜宴开始。太棒了，今天变天了，说下雪也没下，是不是变天的原因？头有点疼。天冷，嗯，那就是饺子宴整体。对，
白菜羊肉饺子呀，尝尝。嗯，好吃，太香了。嗯，我们这你估计不爱吃。嗯，太好吃了，看。山里拿出那个，小白菜，小白菜，拌心菜，真挺好的，是吧？嗯嗯，就我们这个特别好吃。我为啥说它不爱吃啊？这里边有那油渣，它是硬硬的感觉，吃着。还是吃肉的爽啊，吃羊肉的爽。他们都不吃羊肉。不爱吃。嗯。好吃。不咸不白。这汁儿你也喜欢，我感觉。对。是吧？但是啊，吃饺子得吃几个，先吃几个白的。嗯。太香了，尝一个油渣。就是那油渣有点硬。饺子。前几个什么都不蘸的更好吃，我觉得。咬着硬油渣了，味儿肯定没毛病。这你吃肯定，我就怕这油渣硬。没有，没有羊肉香，还是羊肉香，窜，太棒了。我给他拌馅儿，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香不香，因为我不吃那羊肉，我就感觉那样做应该香。最后加了点香油，嗯，点睛之笔，好吃，嗯，好吃。今天不管下不下雪啊，变天了，大家出行注意添加衣物，别感冒啊，是吧？嗯，就注意得吃点饺子了。天冷就是吃饺子季，尤其是来点白菜的啊，白菜羊肉的，白菜这个油渣的，没有油渣来点白菜猪肉也行，是吧？白菜猪肉大酱，你用记住了。对对对，特别好吃。好了，我们吃饺子了啊，大家慢慢吃，拜拜。